那个节目，去了一个有少数民族的那对种对地对区，对，然后吧，就围着一个篝火，那篝火老热了，完就走几圈嘛，完了后来动作就开始重复，完了也没人喊停，停不下来，完就走走走，一直在那走，完没走到那个火那块就感觉特别烤脸，后来这个事儿还是火势渐渐微弱下来。哎，你说围着火跳舞吧，我觉得跳一会儿行。因为它一圈一圈，它就没有人起头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。啊，完你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结束。他也没有说放一首歌，大家就跳对，完这首跳歌。完就结束嘛，按理说是这样的，但也没有。我在节目里手拉手跳舞，围着火就跳过2次了。关键我感觉我怕那个跳舞，是因为我也有歌，我从来没踩上过点儿。就是他又往下抬脚，对吧？一般手拉手啊，转圈跳舞对。都是有一个，我永远都是跟别人不在一个拍儿上。你看，又回到了又这回个。到了跳舞，我觉得还是肢体不协调导致我失去了很多社交上的活乐趣，不是活儿。你看我本来你说我感觉那个氛围挺好的，但我永当我每次都跟别人踩不上一个点儿。坐吧，姐。哦，好，谢那谢。你是不是不喝凉水？我没有要看，如果我要唱歌呢，那我就不行，就是不能喝冰的。如果不用唱歌呢，就都无所谓，对，啥那都也行。还哦，不是那你不是那种养生型的，还是锻炼运动型运动的。型我的，是运动型的，养生也会。有什么小小的诀窍呢？小小的诀窍，我现在很注重这个。真的？OK，我这样做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那毯子不？好，这特舒服呀，这要放好不好？最重要，起床的时候呢，喝一杯温水，加一点柠檬也好。然后呢，就是可以帮你清肠胃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运动真的是很重要。他特别喜欢练太极，八段锦什么的。就类似那种的，对，我也会啊。古代的。对。这很好啊，这个练太极这些都是让你的气。因为人就是有气血液循环，所以呢，这些你慢慢的去学。你现在那么年轻就开始学，这是很好啊，这养生啊。那你呢？你怎我么养不生？行，我没不了。快劝劝他快吧！劝，快哎呀，教这教都我。你不养生啊？所以你是怎么样啊？就是想吃什么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对，其实非常不好。我特别能吃凉的，是不对的，对吧？女生不能吃太凉，对，那是真的。我最近有在克制。我觉得这些就是慢慢调整嘛，你还年轻，所以 OK 的。感觉也不咋，已经开始找上来了，已经。就先开始一杯温水起床，好，其他你的冰的好慢慢来，每一天可能多一天就少一杯冰的，就是慢慢来。歌手就可能会，因为这里很重要，冰的话呢就会喉咙会比较紧一点。我会，你会吗？热胀冷缩吗？这对，属于是。喝都会喝热水。对，喝冰的就是喉咙就会比较紧，放不松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习惯是也是正常的。我觉得女生为了身体呢，要调整的就是多温水啊，或者就是常温就 OK 了，偶然可以的。对，我们也是人嘛，偶尔可以去享受一下你喜欢的东西，没关那系 Coco 姐应该非常自律吧？我们说的那种就是自律。运动和饮食，包括作息。我可以说工作上非常自律，可是我也会有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一不工作的时候，我是个吃货，我是个那个叫什么干饭的人，那你吃完你会疯狂动吗？不会，就睡觉。那你怎么能保持这样呀？因为还是会运动啊，运动还是重要。你就算不喜欢运动啊，去健身房啊，或者瑜伽啊，没关系。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这个真是的。从小我妈跟我说的。所以呢，就是饭后之后呢，走一走，哦，就是也是算一个运动。你出去走走走几个圈儿也是运动。都行的，或者你站在这儿这样甩手甩手啊，然后动动动啊，跳来跳去，蹦来蹦去。对我来说，跳舞是一个最好的健身方式。好快乐，快乐吧？但是跟你们在一我起觉很得快乐，跳舞这个事儿跟你一起跳舞很快乐，因为他常常鼓励你。对，很好，好会鼓好，励人呢。真的吗？我可是我看到是有优点啊。
所以你很好啊，你很 nice 啊。就如果我的朋友他只会嘲笑我，他们就是跟你玩嘛。对对，开心最重要。我觉得人生真的做一些你开心的事情，其他不要想太多。跳舞真挺快乐的，对、啊、如果有一个会跳的人，然后又积极的人可以带着，所以你跟他跳舞不太快乐啊？我们俩跳舞吧，我们俩就是。你是可以一直工作的，我可以一直工作。你可以连续工作多久啊？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刚出道的时候，我是19岁出我的第一张专辑，是6月15号，1994年。第一张专辑永远都记得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小，没钱，然后没广告，所以没有人请我上节目，就一直我就坐在那个旅馆，然后看电视，看到别人可以上节目，我都好羡慕，我都没有机会，然后我一直就求上天，就是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会表现得很好的，真的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哎，真的就有一个节目叫好彩头，然后呢就我就上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不太好，因为就是有点港妹的那种，然后我那时候是19岁，可是我说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李文，我今年洗脚水变成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很特别，可是我就是一直笑一直笑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是唱的是一个很悲哀的歌，我依然是你情人，可是我是一直嘻嘻哈哈，所以很反差感很大，就觉得很有效果啊。开始通告就来了，通告越来越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工作量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凌晨12点钟录音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半价，录音棚半价、录音棚半价，所以凌晨12点钟录音，然后可以录到4点钟，两首歌搞定，所以我录音是很快的。那个时候还因为没车子嘛，所以我们的宣传人员都是要骑那个小摩托车，然后戴着那个头盔，然后呢又夏天，然后摘的时候都花了，对，摘的时候呢就头发都扁了，然后都是灰尘，全身都是灰尘，我觉得那些日子很难忘，哎，很难忘啊！我感觉现在想起来很难忘。也试过坐火车坐8个半小时，凌晨12点，然后呢，我们是要买站票，因为那比较便宜。然后我就拿着我站票跟坐票不是一个价吗？不一个价。当时可能不一样吧。不一样啊！那时候没有化妆师的，没有发型师，全部都是要自己做的，所以我要拿着化妆箱，拿着我的那个。那个时候叫打歌服哦，打歌服，对，打歌服、就永远穿同一套衣服，人家就有机会。打歌服这个设计挺有意思。怎么说？就是它是你在那个宣传期你就可着这一套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就是你的一个专辑的标志，是基点，所以每次呢你穿的那衣服，人家就记得你穿你做的那个专辑那个歌，所以就是永远都是穿同一套，然后永远都是拿着那个化妆箱。可是已经拿奖了哎，而且本来还看不出来是李玟，结果看拿着打歌服。那我们俩今天还聊在舞台上的表情管理，哈，比如说我们俩跳着跳着舞，表情就会僵住，哈，怎么能做到一直就是那样笑？很难的呀，要一直练吗？这个会，我觉得跳舞会有特意的表情管理，所以他们还老变化，就随着舞姿，一会儿看这儿，一会儿看那儿，然后又一会儿怎么？眼神很重要，跳舞的时候眼神很重要，坚定。然后呢，就是你知道你这个舞蹈是什么 style。你就坚定那个 style， 你会看到很多跳舞的，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呢，他们嘴巴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一些怪动作，有时候是都有的，就拉丁会那样。对，有一些时候就有一些人就管理的非常好。那是应该有还是应该没有啊？我觉得应该是有表情的，就是千万不要，就是你要看你自己。拍就是跳完之后你到底是什么表情，然后你再去管理一下哪里不好看呢，你就尽量避免那些就对了。对，还是要用心的，不是也不是说天生就有。我其实有坏习惯的，我唱歌的时候、我跳舞的时候有坏习惯的，我很容易扁嘴还是什么的，就是一个不好看的，我说 Oh my god， 我又来了，就是有点这样子的动作。帅的不看起来不帅啊，看起来就是
这不帅，所以我说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要学会不要做的动作。所以我每次跳舞的时候，我尽量千万不要转，不好看。所以表情管理就是你要自己记得，你做这个动作很丑，所以千万不要做，就是这样子。哦、对，但是我。哦，其实很难。你说着很简单，那就不要跳舞，就得练，对吧？就不要跳舞算了。就我那有的人，我发现他有的人跳舞就是没有那个，他不笑也是 OK 的。对，就是酷酷的嘛，酷酷的。对，有很多人就是他跳舞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那个表情也 OK， 可是有很多人跳舞很多表情。而且是很难看的。嗯，因为也不知道。对，其实自己是感受不到的。对，可是呢，哎，要看人哦。譬如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手呢，他们的那个表情，可是应该是难看的，可是在他们身上，他也觉得酷酷的。就投入的嘛，就是那种跟音乐在一起。就觉得认真的。就变成，哎，这也蛮酷的。你在跳舞的时候一直怀疑自己做的对不对呢？就会跳的不好。你只什么都不怀疑，你就跳，你就会跳的很好，就跳的很有自信。嗯，真的，自我催眠，一切都是你每天起来，你可以选择你拥有一个好的一天，要 emo 还是要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天，你有选择的，你就催眠你自己说，我今天要过得开心，不管谁跟我说啥，我也不要 care， 我今天就是要开心，或者你今天就是 you know what， 我心情不好，我今天就是要耍一点脾气，也 OK 的。你就是做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，让你开心。可是不要停留在不开心太久，嗯，这个不好。好好享受，享受你的工作，感恩，永远感恩。我看很多哲学的书，然后呢，其实感恩的人呢，也会带来很多的运气。啊，我也听过这个，哦，是吗？而且他会很容易，你一旦发出感恩的这个。动作行为之后，你自己会感觉很容易平静，而且会情绪变得比较积极。是的。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对，因为你看东西，所有的你看的东西的角度看的不一样，因为你感恩，所以得回来的你都觉得开心。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，没有。我有一些歌迷跟我说，跟了我很多年了，就是我今年出道28年了嘛，他说。从我出道到现在，他们真的觉得我很特别，就是我从开始新人到现在，我还是一模一样的个性，没变过。那我觉得，哦，真的吗？这好啊！我喜欢就是保持我自己永远是单纯，然后就是我所有东西我都看得好刺激哦，好新鲜哦，好好玩哦，就我觉得就会不会腻。可是该放假的时候，你真的累的时候一定要放假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会腻了。你自己觉得你准备好，你有灵感，你想出来的时候，完全是新鲜的你。我们家没有这个的，没有饭碗，为啥呢？只有这个，只有这碟子。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去人家吃饭的时候呢，他给我一个小碗，我说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原来这个才不正常啊！哦，真的？对，我真的是个饭桶哎，我可以吃很多米饭，请吧，行吧，吃。那这英子应该给你吃一吃我们东北的米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特别好吃，是吗？就是比，就是它会比南方的米要，厚一些，会糯，稍微的糯一点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有糯米的感觉吗？还不是糯米，但就是那种会嚼起来会比它要稍微的筋道一点。要不要？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。要筋道一点。我多给你一点。够，可以。你要不？no。这个很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好吃。这个应该很辣吧？有一点点。会不会辣死我？我哪知道？能吃辣吗？我试试看。有点辣。有一点辣。它算辣的那种。我试试看哦，不行，再算了。那在长沙待这么长时间，吃的还习惯吗？我每天吃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为什么？我每天都吃土豆丝、煎豆腐，然后莴笋，都菜比较多。哦。有时候呢，可能来一点猪肉啊，或者一点点肉。对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对。那是工作嘛？对。要控制。嗯，要控制。
现在释放了吗？现在可以释放了。对，他们说怎么样，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大家就为你开心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对，我哦 so sweet， 嗯，我很幸运，也很幸福，拥有一群这么棒的歌迷，也拥有我一群这么棒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我身边。我看了那个当家祖母啊，他后面的这个故事启发我很多。原来这个故事哇，是那种大爱，他把他的这个才华交给这些小孩子，让他们以后有饭吃。因为那个时候做女人很不容易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做女人是很不容易，所以我希望女生必须要自强，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世界，必须要拥有自己思想，要有自信，要拥有事业，你要拥有你的地位。当你有地位，你有事业，你有选择，有选择就好办了。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嘛，所以我懂单亲家庭有一些女的她们经历过的多少的辛苦，我这些我都懂。有很多人是无助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地方，他们可以求救，是有人帮他们，也让这些小孩子开始学习有一些 talent， 一些才华，然后怎么去给他们有希望，以后可以靠自己还可以赚到钱。这是我的梦想。对，真伟大呀，人的梦想啊。我希望做得到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。哦，这个有戳到。哎，戳到你啊，就戳到听你，戳到我啊。然后还有一句话我想说的，就是牺牲这个字要小心，牺牲这个字不好。你可以换一个角度，我选择去做这个，你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。但这个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，需要刻意练习一段时间。不，你现在记得了，你现在知道这个有这个选择，不是，是以后不要说牺牲，以后就是只能为艺术牺牲。对，为艺术牺牲行，不能为爱人牺牲。对，不要，对你，因为你对一个人牺牲的话呢，你会生气他，如果他的反应不是你所要的，你会生气他，你会埋怨他。好，所以你要，我选择对我家人好，我选择对这个人好，我选择我想这样做的。你这样会活得比较舒服。但会真的完全就因为换了一个想法 就没有任何要求了吗？还是会有？你是理智的人，你们两个都是有内涵的人，聪明的人，你可以告诉你自己，所以你就很明确你的位置在哪里。对，不要牺牲。为了艺术可以，为了工作可以，其他为了感情。很闷的一些艺人有吧？有。那咋办？有不爱说话的艺人。因为不是不爱说话，就是他们刚来就有点拘谨，来点就不好意思嘛，可能也不是很熟，包括就是可能我们两个都不太熟，然后就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打开，一般坐到这吃饭的时候就好了。一般来说可能第一个环节就会大家有点不知道说点什么。然后也不是所有的艺人就是都像你这么热情。因为有一些艺人就是内向的。然后可能要聊到吃饭了，然后喝点这种饮料啊，然后就好一点，就放松了啊。真的很好奇，做主持人，比如说做 interview， 如果碰到一些就是好冷的人，你咋办呢？那就问几个常规问题。我是觉得啊，姐，再冷的人都有他火热的一面，一定会。如果他对我们两个都非常冷，那说明他跟我们两个任何人都不太熟悉。就但凡我们有一个人是相对比较熟悉的，就会舒适很多。OK， 但我们俩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请过太冷的，对，过于冷的啊，我们还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就是说招架一个极冷的。所以其实都过滤过，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个性，愿意来的，首先跟我们，首先是对我们两个是有善意的信号的。他才会愿意到我们两个这个的节目，而且大部分都跟我或跟他其中起码是有交集的。好一点。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，每次都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呢。通常都熟悉，完了难点都交给对方唱。
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厉害，不容易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很难，你又要去想那个发音，又要去想你要表达的感情，然后还要背歌词，对，还要记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挺难的。主要是发音有点，是吧？容易倒不过来。那天安琪也是不知道怎么就下定决心说，我今天就讲粤语。啊、我听他说，他自己不尴尬，我都可尴尬了，我就不尴尬，非常难受。对。